这几个是几个炮台，看到了吗？真的是炮台啊！但它对岸竟然是他们的这个王宫等等这些地方啊，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这么安了一个炮台。然后呢，我旁边这边是个船，我照相的时候啊，很奇怪，就是说，要么就是曝光过度，要么就是太暗啊，始终调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位置。可能是老天也不帮我呀，再加上本身我今天确实也没有这个三脚架啊，只能是随时看到哪儿有一个什么东西架一下，仅仅而已。景色这边是一个中国人的旅行团啊，又是一大堆中国人。